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宝诗绒的品牌代言人鹿晗，来欢迎我们的鹿晗。好，姐姐好。好，鹿晗你好，来先跟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好，大家好，我是鹿晗。哎，鹿晗还是跟大家先说一下最近在忙什么。我最近在准备自己的一些专辑，而且还有在录一个新的综艺。那其实呢，我很喜欢鹿晗，因为我觉得鹿晗的性格呢非常的开朗，很开心，很快乐。谢谢。然后之前我就说前两天吧，你跟邓超哥这个打篮球的视频呢，上热搜，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鹿晗是一个，我才发现你是一个运动方面非常强的人，就各种运动你都会。然后先说一下打篮球。好。打得分后卫还是控球后卫还是组织？根据我这个身高吧，对，我也只能打个控球后卫了。控球后卫，对不对？对，因为对这一次打篮球是因为好久没有打，所以投得特别不准，所以我只能是负责传球了。但你组织进攻什么的？对对对。那超哥球技怎么样？那相当的可以。因为其实我正好有邓超的那个什么朋友圈，然后我看他经常发那些打篮球的一些视频和一些照片，那我就以为他打得很好，因为我也没看过。打得非常好，而且前一阵是以前是三分特别准，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自己偷偷练了吧，就是现在上篮啊各种身体对抗都很强。真的吗？啊，体力都比我好。哇，对。那鹿晗不单说是这个篮球打得好，足球也踢得好，而且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好像就特别迷曼联，对不对？对对对，喜欢曼联。对，我是曼联铁粉。欧文。对，喜欢。所以你自己平时生活中也会踢足球什么的？以前会经常踢，但最近因为可能就是比较忙，所以没有时间踢了。但是一般私底下有空的话，我就基本上会去踢一下。所以你喜欢运动？对。哎，那要说有时间的话，比如说一周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你都做哪些运动，或者说，就花运动的时间，比如健身房的时间会花多久？其实吧，我不怎么去健身房。就是你喜欢户外的？对，我一周可能7天里可能就是那2个小时的打篮球或者是踢足球。对，其实大家不要学我的运动量是比较少的。对，其实我觉得正常，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一周2次吧，2次一次3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对，差不多可以了。对，那鹿晗其实是我们宝诗绒的代言人啊，那我想问一下，宝诗绒这个品牌呢给你最深的一个印象或者说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在哪里？我觉得就是最吸引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它的设计感。对，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惊讶，哇，怎么会有这么简约又这么有个性的这种，对，这种设计，就像音频线一样的这种项链啊也好。这个 Jack 系列，你说那个音频线。对，而且又很自由，所以我觉得特别吸引我。跟你的个性也很吻合。对，就很自由，很大胆。很大胆，很有创新精神。对。那今天其实整个造型也很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一身的穿搭，参加我们世家宝诗绒的这个限时体验空间，然后佩戴的珠宝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今天穿的就是这一套是印花的一个西装，对，完了有搭了一个里边是 V 领的针织衫，对，整体就是比较清爽，随性，对，随性的一种感觉。对，然后你刚才说的佩戴的珠宝，这个就是你很喜欢那个音频，就是那个 Jack 系列，对，这个项链，还有这个宝诗绒的这个白金镶钻的这个 GUT 系列，对，戒指，完了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个胸针了。哇，这个胸针真的，对，从你刚才大老远姐姐一眼看到，哇，先看到你的胸针，然后再看一下，哎，是鹿晗，就对，我觉得这个羽毛系列，你不觉得就是根根分明，做的非常的栩栩如生，对，很美，而且。我没有想到说，就是一般来说女生嘛，比如说穿晚礼服或者大衣，你佩戴会觉得很打眼。但是其实，我现在发现男生佩戴也很好看，哎。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偏比较中性的一种，对，男女生都可以去驾驭的。对，所以你平时生活中如果说要是在比较重要的场合佩戴一些珠宝的时候，你会比较喜欢一些项链啊、胸针啊等等，对不对？对，我是比较喜欢，比如说耳钉啊，或者是最重要还是戒指，戒指和项链，我觉得男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搭配，对。哎，那这一次来到我们这个世家宝诗绒的限时体验空间，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今天此刻，哎，首先就是非常荣幸能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次上海来看展。对，完了，听说这次会有很多高级的珠宝的作品，对的，首次来到国内，对，所以我觉得
可以，非常值得一看，很期待。哎，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这一次精心设计的几个的主题空间，其实我们宝诗榕163年的这个历史呢，会在每个空间里面都有体现。待会儿的时间呢，在鹿晗那个展区，其实他要跟大家展现的是第一次进入中国的全息高级珠宝系列。那这个珠宝非常的特别，是高科技成分在里面。所以待会儿的时间，哎，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跟鹿晗一起来逛一逛，好不好？好，好，谢谢鹿晗。哎，谢，辛苦了，姐。哎，待会儿见啊。好，待会儿见。嗯，哟。